我本身很喜欢吃辣，为什么一定要吃辣的？理论上来讲，其实那碟肉干的不是很难。哇，这个很危险，不够时间，我们也是不够，我们可能可以要求加多一个菜。为什么要延长了时间呢？开档了，夜市新手，星期一晚上8点，8频道，你也可以上米网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